子，你喜欢，你以为他喜欢啊？因为啊，大事之一，任何做保全的人啊，全面的低薪化。可是为了生活，他不得不牺牲他的假日继续工作，不然他家庭生活他要啊。各位，你请问，你想一想啊，我一天做12个小时啊，连上班下班啊，我在家里还有什么时间可以做什么什么事呢？我回家我只有睡觉，他吃饭，我再来就要上班了，这个有生活品质吗？你想一想，这个我们大家正在过中秋节，正在做端午节的时候啊，我们都要工作啊。大家在那个吃年夜饭的时候，我也要工作，这是什么日子啊？8点报到，飞到凌晨的2点多才下班。凌晨2点多下班以后，隔天排个下午5点的班给你。他说，因为你2点下班，没有超过12小时，你按规定只要休息8小时以后可以继续接班。问题是，我们的空服组员他们要化妆，他们要回家，只要他们轮到这个班的人，每天只有睡3个小时。但是公司说我不管你，这就是公司没有人。如果要按照劳基法来做，公司会倒。要按照所有东西都要依照依法的话，公司玩不下去。5年前，我们前几天有把我们的诉求交给劳动部，希望他能够今天好好回应。他在礼拜三我们来的时候，他也发了新闻稿，他的回应跟5年前一样。第一，说要好好检讨；第二，如果雇主违法，劳工可以跟政府申诉。可是这一模一样的回应，5年来有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？没有。他说好好检讨，其实有检讨。他把核定公告的1/8工作者缩小了，变少了。可是我们满街还是违法，老板叫你责任制就责任制，变成跟他怎么公告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认为啊，这是法律上开了这个洞，所以让老板违法更方便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求废除1/8。现在以科技业来说，严格来讲，真正符合法律上1/8定义的，只有资讯服务业的一小部分工程师。可是我们所有科技业的工程师都知道，实际上你只要到公司面试，主管就会跟你讲，我们公司是责任制，所以你工作到多晚，我们都没有算加班费。劳动部当然一直跟我们说，只要公司违法，我们可以去申诉。可是跟大家报告啊，实际上你在公司，在人家的这个运营下一天，你就只能乖乖的配合。有几个人敢真的去申诉？来找我们申诉的都是已经离职的。在2003年的时候，我们护理人员已经全面废除了废除那个责任制了。可是呢，我去医院第一天上班的时候，医院的主管或是学姐都会跟我们说，我们是护理人员，你们还是一样责任制。所以这个法只要带了一天，我们永远都是责任制。我还记得我是新手护士的时候，我早上7点多去上班，我11点多才下班，因为我事情没有做完，我在我班内的事情没有做完，所以我要拖到更晚下班。我隔天一早7点多还是要去医院上班。我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这个法一在，我们都会错了，我们都是责任制。前一阵子，嘉义基督教医院的一个护士，因为在回家的下班回家的过程中，然后因为车祸就过世了。可是呢，他的这个死凸显了他还是一样过劳。他本来应该在12点多就应该下班回到家了，可是那一天因为他事情还没做完，他拖到2点多才离开医院，然后在回家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工伤。针对我们这些事情在乎。各位劳工朋友的意见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再回去好好努力，各位辛苦了，谢谢。真的，大家都不敢申诉，要怎么办？在各位劳工朋友的意见我们听到了，我们再回去好好努力。不同意，这个要同事叫公司要先提出来，看能不能回应。没有同意，没有同意。要研究多久了？拒绝责任。